Hello，没有先偷开，怕每次都忘记开这样子，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8点要开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这个游戏也有点吃资源呢、啊？你看看我耳朵顺不顺就知道，耳朵卡卡的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们有要看吗？那如果你们看的话，也是这个人头也是卡卡的。当然啊，我们刚刚一直在弹这首歌。啊，怎么又歪一边了？等一下哦，小郑，同志，今天巧巧会啊，然后后来我不是说发现那个吗？这个 NPC 还是要靠自己解锁出来，所以应该玩你要跟卢米说，不然他这样龙心好像没办法增加。收行李，好哦，继续谈。好，就谈到58、59分嘛，然后我再过去，先提早开啊，然后听歌，听歌，听歌。怎么没有抓到头？哦，不能低头。对啊，等我一下哦。看看呢。我要讲了，哎、欸，姓蒙的安安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现在真的人是坐直的哦、喔。啊，是这个视讯怪怪的，等一下我跟你讲、喔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又震了，又震了。哎、欸，于娜说免费话给你的，是不是小林那个白痴讲的啊？感觉就只有他嘴巴会。很奇怪的讲一些奇怪的话，不是于娜说的啊，小远安安，
哦，不是哦，好吧，误会他了。啊，有什么可以谈啊？好多都忘记怎么谈了。忍住没跳过，连续吃了两个碗，刚就跳过又没关系。哎，哪有今天啊？小今天去健身，平时都没事，因为我骑那个嘛，骑脚踏那个骑那个踩脚踏车，啊，结果今天在拉手臂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拉伤，我想说啊，不行了，在这边拉伸太丢脸了，然后就硬撑住，然后在旁边休息，然后大概。撑了两分钟，手应该好，然后继续拉，好就没事了。然后在练腹肌的时候，就是你就是整个人是悬空的嘛，然后就屁股垫个东西，然后脚要往前抬，抬到一个九十度的时候，我甩个三下，然后换我的左腿抽那个拉伤，我说哇，好痛啊，超糗的，之前都没事。哎，这个会卡卡的，要不要关掉啊？这个，哎。的广场公园一起表演，卡卡的，看耳朵就有点微微的卡了。这游戏也其实有点刺，显示设定，高什么中就好了。以前这都可以玩高的，现在电脑没办法了。有吗？耳朵正常了吗？还是有点卡。好啦，过去咯。啊，你卡的话可以看我怎么跳啊。我那边最后是有缓住啊，我跳到第一个蓝色跳过去之后我就缓住了。嗯，就等加速过后再跳。跳什么？啊，跑酷啊，那就跑酷。哦。不知道，我看你跑那罗圈跑酷塔一堆捷径呢。哦，对啊 ，S 啊，因为要跑那个是要跑 S rank。你 S rank 个头啊！那个是要跑 S A 过啦，是要跑 S 啊。S 就要跑捷径啊。哦，因为 A 是几分 ？A 二一多吧，我记得你那时候。不是 A 不是二一。哪不是啊？一七吧，不可能，一七只在怎麼啦 S 是18分15秒。对啊，记得我那时候跑20几分吧，跑到20多分了、啊。对啊，对啊 ，A 已经20几分了。来了来了，不能用这加入游戏哈，不然都开到本尊去了。选项。叭叭啦叭。进来哟 ，waiting for you。来了，等我。今天要干大事啊！按错啦，又按错啦。按到哪里去啦？按到单机游戏啦。不要单机啊！来陪我啊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有。今天直接就是 BOSS fighter 哦。这么开心？嗯，是吧？没有吧？上次不是已经打过了吗？哦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不说，那你得，我不要说。没有，我们上次打完是拿到 key 啊，这次开 key 前往那栋大楼。哇，然后可能我连续按错三次啊，刺激！感谢超级留言，好友。我们有新的那个、欸哦、锤子可以，哇，好有列表，灭字，要吃我一回。把这关掉，好卡。那个吃我一锤就是我们那天打的钥匙的王，大棒棒锤锤。嗯，那个我也没有。
我到啦！我们在附魔。没事，看看有没有东西买。买光了。对，我今天没有去抢。早就买光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惜、啊。他怎么会卖绷带啊？何必、啊？因为我上次卖绷带啊。哦，你卖的东西会在里面哦。哦，哦你在吃我一锤啦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、哇！哎呦！有威武，有威武！哇，这个音效好猛哦！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把。呜呜呜！那把就是快啊，这把就是蓄力啊。对啊，它是比较慢的，慢回，可是每一下都很猛。然后火龙的另外一只 BOSS， 它也是锤子，挥下去会轰，会很吵，会一直敲，吵死。好好好。期待期待哦！对 ，Lumi， 你这个 NPC 你要自己去解锁。哪一个 NPC？ 这个阿伯。如果你要单人的话啦，啊、因为当时我问不了巧克力这个 NPC， 因为他是提升你那个龙心的东西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也还没有。好对啊，没关系啊，还不足一。吧。脚起。就 Let go, Let go。摸摸摸了，哎，刺激的要来了！你不晓得是不是上个存档点？是，好像不是。啊、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传那个嘛，那个商人那个位置就好了。睡觉再摸一下，没事。多摸摸，回忆一下，摸来摸去。欸、然后我看了一下、啊、玩耍的话小村民也是在床上跳没错、欸、哦在隔壁吗、嗯、没有没有没有另一边嗯对、啊、然后他就说玩耍的特性也是小孩才有在床上才会跳所以你是对的、嗯、没问题啊每次看那些小屁孩跳来跳去，真的。噔噔噔噔！对啊，这游戏只能三人玩。对啊，很可惜，难得会有三人游戏，又不是四人的。对耶，通常都是四人耶、啊、很奇妙啊！他可能觉得四人太强大，他觉得这游戏不需要四个人。四人太强大就要把敌人调更难但如果四人之中有两个雷货又更惨、嗯、举手举手我要报名当雷货、对所以这样子两人带一个雷货是还 OK 的哎呀也有点痛苦说不定会有什么反转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哎、我是救人小天使哎、哪有啊救你几次还解锁成就别嘴了咆哮钥匙插下去！哇、哦，有这样吗？哦哦，我还以为会再多一个光打进去，就原来是让它没有光了，很像封印解除的感觉啊！哦，门打开了、欸，哎，所以那个光环是让它维持，嗯，封印的那种概念、吧好，好。好耗电的封印哦，好帅哦！他们不缺电啊，这个地方。走起啊！哼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确定打不到吗？欸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嗯，好痛，好痛。影像的话应该啊，巧克力现在装备等级是几等？加五。够了啦，加五。不是啦，因为如果你要就是跟麦块地下城一样。它是你有些东西就是你装备要到才打得到，懂吗？哦，要不要回去升一下？有，我已经点了。就是，它不是说你现在是用铁在是铸铁吗？对，对你铸铁的话，就是你装备等级都是要到，都五没错，会有铸铁。然后全部弄到十的话，会有下一阶段的东西。你有加十？你有那么多钱？所以要到加十？有啊，我很省欸。我也很省啊，
我最省，衣服都还没。因为我，哦，因为我武器都是先升的啊。武器也有差吧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有武器也会算在内。啊，对啊，我先升装备吧。装备吗？不升武器？也是可以啊。有我武器加五加十啊。装备，装备看一下，你武器缺什么？因为通常这游戏你装备要升到满，一定要打二周目，你一周目没办法升到全满。好，因为它关卡就是这么多，然后每次进到下一个关卡都是吃你装备等级。我先都加八，嗯，加八，再就没钱了，穷光蛋，剩六块钱啊。你升等啊，升了啦，来升起来。或者是那个水晶球，不是有个世界旅行另外一个的吗？那个算是支线任务，就是进去打开心的，不是主线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把主线都打完。嗯，先打到自己破产，没钱。嗯嗯、你像怪物的叫声。哇，好贵呀、啊！花光你的钱啦！我留三百块，好贵呀、啊！还敢留钱？太贵啦！啊，留着等一下，没有办法，没子弹的时候啊！又来了，摸一个。再度进来。嗯哦，狗狗！哇，我今天上一次也是花光钱，这次又花光钱，没事，钱是拿来花的、啊，钱就是拿来花的，这样子没办法发挥我们客家精神啊！穷，哇！来到这个塔里，长得又一样，哦，不灭大厅，不同了，不同了，没事，哎、欸，直接嗨起来哦！哦，直接。新剧情，哦，这边很好笑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嗯哼哼哼，哎，有真的很好笑，我看到你们两个只有一把枪，有空的，你们就只有一把枪，对，还是小手枪，啊，这边很屌、哦，嗯，慢慢看，哦，感觉像棺材，哎，哦，很像那种《神鬼传奇》耶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帅哦，那个，有很帅。哦，哎呦，章鱼哦！那泡澡泡多久啊？泡到这个烂了啊！他脸被海带弄到了，相信你头上的光环啊！奇怪的光。感觉他是好人呢。好的，好找东西。我很怀疑。交响乐。哦，那个根曼，对，根曼才是真正敌人。必须要去的地方，给我。我们还窃笑哦。太大声音。嗯，交换了。你交换，那我们要牺牲什么？交出你的心脏吧。啊，打怪物的心脏。许愿树的心脏、嗯。啊，我可以拒绝吗？要跟你讲吗？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好，我来的时候你在泡什么？那卢米，你觉得要打那个心脏吗？啊，可是我是喜欢拒绝的。拒绝。我就假装你还是就很白痴啊！不管怎样，还是要接受啦。很白痴啊！傻眼。
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开打了，开打，开打，开打！拒绝了，白痴啊，生气了啦，努米！啊，不是我啊，就你说的。我就喜欢拒绝他。拒绝屁啊！人家好像给我们拒绝好棒啊！我的枪怎么烂？哎，我是一样打球球。是不是装错了？冲锋枪啊！哦，我的射线好像很棒。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、哦、这射头好帅哦！要升怪了，升怪了，升怪了！好好好。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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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哦！你怎么打那么快啊？我操！被我揍到你。难怪我血控那么快。对杀对杀！哇，他头颅好硬哦！哎呦！喊他！不要射到我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射你后面的球。哎呀！有补血补血！哦！喂，这什么？你干嘛射我了？你不要再射我了！后面有一只，我自己会打你，完全瞄在我身上。跟我讲后面，好开心哦！喂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哦哟，我子弹。投入投入投入是我招的啦啊、哦、倒过了难怪那个头我以为你是说他头很硬我想说不会啊不会硬哇、哦、什么双刀啊哦双刀必须须哇！看到看到看到，不灭者嘛，这不就灭了？哇、啊欸！有人真的灭了，都打我！他为啥是汉堡包？哎、欸、有拉了拉了拉了！哎、欸，他怎么还有血？他嘿，就这样。没关系，再打一次。好好好，很好打。偷个水，偷个水。难怪他其实很好打。特性之家我也招头、哦、后面后面好多只打爆他看看看看再倒一次有啊！恭喜！哇哦！获得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不灭之心，这什么？这把武器很强哦。可我怎么捡不起来？弑君者，弑君者，获得成就哦！暴击伤害加加哎！对啊对啊对啊，这是打的啦。我觉得这个是他刚招出来的光球，他是这个。对，那还有血条啊，可是不能打了，真的打不到了，坏掉了。完了，我们成为弑君者了，想要打野兽吗？我们二周目再会。不打，还不做露米。耶，好，后面没东西了吗？因为理论上他点接受的话，后面会开启一道类似地狱门的东西，有的感觉就像是开门。对，那现在拒绝的话，我忘记要干嘛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嗯哦，毕竟我们有获得 key。嗯，因为我本来是要说，可以先打完之后再拒绝他哦。哈，你不着家啊？你就不想剧透啊？那就可以打两次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会获得比较多东西吧？会啊，因为那是另外一张地图啊。
他那张地图就是你可以把心脏带回来，然后他问你说可以给他，你说不要啊。欸，这样我们就不仅是打两只，我们还多获得那个心脏。那我们可以从头。没办法。读取存档点。好像已经摸了，来不及了。不灭之王还不是被灭了？嗯。那我们要回实验室还是？先回实验室。好。我要换那把枪。行的。刚刚才把钱全部用光啊。嗯？说不定打完又有钱啊。对啊，不是啊，那个要钱吗？我忘记了、欸。买枪要钱、啊，枪不是要升等吗？不是要升等哦，升等哦，升枪要啊。对啊，没关系，那把枪比你现在的射线 好很多。那我没有钱，是孩子，你就用那把就好了。赚嘛，你把你身上绷带卖掉、啊，我又有两千块了，你把你绷带卖光嘛。好的，耶、yeah, ，这里，先跟他买枪，暴击伤害。暴击伤害还不错啊！对啊，点满点满点起来哦！不灭者，双数好像外。这个武器的功用是，你蓄到满之后，你死掉会直接复活，而且它的射速蛮快的。如果在死亡时处于蓄力状态的使用者会被立即复活。对。可以倒两次，很棒，而且他射速真的不输步枪哎，三连发。哦，嗯，来一把，不、哦，点发，哦、还蛮爽快的，好像有帅到哎、欸，只是他要自己再升，重新再升等了，要花钱了。哦，可他技能是绑死的欸，对，他是绑死的。对啊，那有点。那你不要用。缺点。你就换一下，你就不要用小火枪啊，你不要用镭射啊，你用镭射就好了啦。哎呀，我也在想，我不能用镭射。这个。像这把武器的话，它是不用铁身，它直接用下一阶段的身了。这样很贵、欸，流光水晶要花完了。就是要打小王啊。够了。哇，我们下一阶段要干嘛？你看到了吗？贵得不得了啊，很贵啊。我们找商人聊聊看。我们有一把 key 啊。对啊，那个啊，迷宫钥匙，对对对，去那个、啊、去那个，想起来了，对，那个插槽让那个复活，对，就只有露米不知道、啊，他才是真正的不灭者。过来摸，你赶快过来，三秒钟，三二一，你怎么还没到？哎呀，腿比较短啊，跑很久。我来了，太久了，我们都睡着了。哎呀，敲醒就好，敲醒就好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有没有看到你的头上已经冒出一个光了？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你头上一个光，欸、真的耶，我头上有光、哦。有哎，是刚刚那个符号吧？对，这个就是你续耗能的，有光你才可以复活，没有光你复活不了。哦，欸、它自动蓄能 哦。对啊，我还以为它一样是打怪，真的太强了，打怪的话蓄很快。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等到有复活、哦，我们再去开王这样子。所以你看那个刚刚那个王也是头上先有这个符号，把它打掉就没了。嗯，你总是传这里。商人呢？哦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商人没错。这，来放了。迷宫钥匙？不是、欸，不是吧？那个是要去那个啦，一个有很像跑酷的迷宫那，你有印象吗？踩过去石头会不见。前门哦，对，大门口。哦，就来这边之前的那个地迷宫。因为我跟你想的不同。啊、哦，没事没事。我太想着这一个啦。对。要再摸摸。那里有得放哦，我都忘了。这就真的忘了。那不就是刚刚那个巨石碑那里了？嗯，最前面了。
想说之后再打其他网，那身上记号就会越来越多。这听起来好帅哦，全部都发光了。没有，有没有？你只能带两把武器、啊。力量之网，力之网，然后你的手就会发光。嗯，速度之王，脚也发光。所以集齐五个是不是？召唤黑暗大法师。这里啊，这里是跑酷的啊。哦、是啦，不是啦，那我点喽。马上消失啊！没有、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地板是一开始消失的，然后走过去才有石板浮上来那里。哦，那根柱子啦。对，那个是开启迷宫的门。原来大家想的都是不一样的。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就是我们进来沙漠之前的那个啊，地图啊，就我们一直在踩一个路，然后到处找路可以开门的那边，是吧？我大概知道你说，可是那都不知道按是哪一个船呢、欸？他的名字不知道什么，传传看，会看不行？你现在可以看吗？不行啊。那好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你看。这是哪里啊？洛姆是我们现在的地方啊，感觉应该是洛姆第一个吧，不然可是那边感觉也是沙漠，可能要走回去吧。这里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对耶、欸，然后就、哦、所以就洛姆的第一个，找一下钥匙在哪里吧。那钥匙什么颜色？我看一下，什么颜色？灰灰的，欸、灰灰的。然后分颜色哦。嗯，确定啊？你记忆？哦，这边是，先是来过。上面紫色、红色，不是？好像是巧克力那边吗？是吗？好像是巧克力那里。没有、欸，他跑回来了。那不是？我这边没看到可以放啊，不然你去看看。这一面看起来是紫色的、啊。可有两条路哎、欸。我就记得我们之前那个颜色好像就也没有走完啊，也不晓得要干嘛。我看看，我看，枪，迷路了，这有传送阵哎、欸，这就是原本走的路啊。对啊，所以左右我记得有去吗？啊，我这里白痴哦、喔，按到了，在哪？啊你手什么颜色、啊？橘色，不是橘色、啊，紫色。来，我去回去带你们，我回去带你们。我这里好远、啊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走到中间会看到一个橘色的光，橘色的墙壁有个图腾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们可以直接走了，我这边压死了。这里有看到我？你那里有摸摸吗？不然就回去摸那个啊。没差。直接开一个、啊哦、没摸摸、啊，没有啊，那边就是床应该可以吧？就只有个门而已。啊，不管了，刚被进去啊。对啊，就可以直接被那个楼梯压死啊！为什么你可以穿，我不能穿？你要出去，你要重来，你要重踩，你要重踩。哎、欸，怎么又关了？哦，靠近哦，帅！怎么神秘？那紫色我们也没哎、欸，紫色也没走过吧？这里是橘色啊。我刚去紫色那边，紫色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什么意思？死路就是靠近那个门不会开。哦、我想繁星这边会开，刚那边不会开。我刚刚是有放东西上去。哦，聪明哎、欸欸，白痴！我跟你讲，这里没来过啊。这个地方是刚刚我们要来拿心脏的地图，懂意思吗？那所以代表也可以打、啊欸，对，还是可以打。这是。那我们就打一打、啊，我们上走。找水晶，找水晶，就一个水晶，走了，就小雷包。就小雷包。我就只是小树。哎、欸，我跟你，你有看到前面？你有看到前面那个水晶？有看到水晶。我现在就往那里走了。我讲一下、喔，这边的怪的等级很强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小心巧克力，地上会有。还会潜。哦这边比较像是我们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二三十等，这边怪比较像三四十等的怪了。哦，不是啊，用技术。好，没问题。小雷包。啊，后面有怪哦。我砍！到处都是怪啊！
哦，他潜水，他潜水。对啊。哦哟，弟兄。这什么？到木头里还可以来？那感觉会自爆？不会。长得很奇怪的怪。这是你像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或者你像了。你是像。我原来是技能。对啊，所以你还是没办法复活，呵呵。对啊。我要躺着拿东西耶、欸。好爽哦、喔，都不用打怪呢。混号，这人在混呢、啊。混分的，混分的，混分仔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在当天眼兵。天个屁啊！这靠近你也没讲啊。有啊、哦，这个背后你也没讲啊。有啊，我说了。我、哦、来不及。然后有一只狗过来了。有人冲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怪有变弱哎、欸、的感觉、欸。还是也是吃等级的，可能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两个人哦，也是有可能的、啊。这可以拆、欸，嗯，爽。正前方有怪，这边很多箱子可以拆，我很喜欢这一关。乌鸦，哦，用爬的，前后左右都有啊，有，扑上来了，扑上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背后有繁星。没有，你身上有，我附身在你身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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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会让我变弱。哦，紫色笔。痛苦之眼。下面还有一只哦。我在看痛苦之眼。损、哦、失又开到怪了。哎、欸，这，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你俩，他追你，他追你，他追你。哎呦！过去的桥。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吃！哇，这只好大，好凶残哦！附近，抵抗，抵抗！后面有人钻地，钻地哦，小心哦！我忘记这打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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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头，砍头，砍头！怕吗？上面又来了两只、三只，他也是不灭者啊！先躲后砍。哦，他是上勾拳哎、欸。我、哦、回过来砍我。有抵抗，用射的，用射的吧，用射的，好像射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射的比较快。哦，这是真的好凶啊，有凶到。还好，还好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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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不是都是哎，算了，不讲了，哎。没有、欸、我，你看我这天眼兵做的很称职，我跟你说，左边几只，是不是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。我天眼兵666。哎。哎、欸，下面有红红东西啊，捡呐、啊！不捡。这里为什么没有啊？你说水晶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反正前面有一只哦、喔。你看到贴旁边走吧，一直一边走。还是说不定他这一张本来就设计。没有，一进来没有的话，我觉得那就要走到比较远。对。下面哦、喔。也是上来了，他爬不上来。哎呦！笑一下嘛。钻地的，还好他不会跳上来。矮子，这样你会增加特性吗？特性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不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看。哈哈。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看，滚后面。我天眼兵啊，被捅了你才讲。哎、欸，上去一只哦。哦，对啊。我两只交换着看，巧克力的后面哦、喔，轻轻松松啊！你走吧 ，No， 声音有声音 ，Speaking me，
前面吧，右边吧。哎，又是刚刚一只。哇，追着逃跑。头颅。哦，不是头。打爆他头，碎。捡捡东西。对啊，进游戏。Yeah。哇，我只剩一颗心脏，剩一颗心。右边有哦，扑通扑通的狂跳。右左都有怪？我有啊，这边怪超密的、哦。所以先打箱子。他怪数量好多、哦。头颅在做事了。冲过来了！哇，后面也是哦。还是你？四周都是、哦，嗯，超多。哟，砍光！哎、欸，你也换用砍的？快没子弹啦、啊！不是，我说那个锤头。哦，对啊。哎、欸。哦，这种是还有高低的，它是小只的。小只很坏、啊，它就是被打一打，然后就在那边装矮。分地也蹲下。嗯。啊，水晶！哦哦，接下来都给你打，你最好给我打，全部交给你。耶、yeah, ，不能混分。啊、我等一下要等一下。烂透了，躺着。不要，那个出来了。我觉得死掉好像不会有经验呢。你再看一下你几分，惩罚他了。对啊，最好是不要有。不，给我经验。哎、欸，真的没经验。哈哈。人生哦，靠，只在摸这边而已哦、喔。好吧，回去了。对啊，至少有物品、啊。绕一圈，然后来摸，有啊，至少摸了。来、啊，露米摸了，他们又复活了，上。哦，好。欸、反正我不是拿小枪，那得。你滚太快了啦！等下我。我决定换靶枪，这靶枪跟我不合，还是我的雷射比较棒。那、啊、就叫你拿雷射啊！雷射就是你的本命啊！哎呀，真雷射怕心、哦，我不要生气。你的骨头啊！有声音哦，到了，没知道。嗯，有听到声音，右边。哦，那一只，那一只，对，那一只。对哦，我来寻宝、欸。不是的、欸。不用。有人滚过来喽！我滚！爽。我们等一下走到下面的右边。嗯。哦呦，吓我！加油，露米。有。全部靠你了，露米。有啊有啊，我都就是一片扫过去啊，看到人形的也一起扫啊，这样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扫你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礼尚往来。有怪啊！哎呀，滚太早！哇，真滚不了。有两只。哇、哦！哎呦，新的腐蚀罐，露米，我要呼呼。
好，呼呼呼呼！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！奥福斯，你没有技能啊？还没开，还没开，直接呼哦！也太了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。啊，你那个打掉之后把头打掉、哦，他会那个，他比较像那种角度打不到，角度打不到。我跟露米讲一下。要复活了，对对对。可以吧？他会一招怪，他一招怪要优先打他。打头，打头，碎。还有一只。有够坏。一直拼命招。其他不钻就还蛮好打。左边哦。那我们要看有没有箱子之类的。开了吗？哇，这枪真的是强哎！对啊，有门了，有门了，有门也是关 全探索，没关系，直接 Let's go。呼，很高攻击，就是怎么取得 Steam 购买？好像一下最近也有成为Lumi会员有机会抽到哦，有机会哦。啊，有啊 ，Epic 现在不是免费吗？哪有啊？他那么Lumi都很抠、哦，我都不买游戏的啊。哦，对耶，他连 Flow 盖都不买，在那边愿望清单。Flow 盖还要清单，我的天！没有、欸，有啊，我有啦。哦、我很喜欢打、這個。哪有？你明个愿望清单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我有啊。嗯，难得。我超喜欢打这只的哦，糖豆人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死了就知道。我看你糖豆人还是愿望清单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做菜，他做菜。对，他还剁菜，还剁。好可爱哦，你说很可爱啊，好大哦，他跟我妈一样。哦哟，踢！你的菜来了。他转过来，好好笑哦。好像我朋友。这是超型虫吗？他也好像我朋友、哦。对啊。好、哦。呜呼呼呼！打屁股，哎、欸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弱点，屁股弱点。打他屁股，屁股，屁股。他屁股没有穿裤裤。哎呦！哦，又冲了，又冲了。打屁屁！哎、欸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、啊。你一直打他屁屁，他生气啦。他屁屁光光。啊，这边没办法，这边只能打内内。哇，不行，我倒了。你复活啦！哎、欸，我复活了。跑！这一看就知道跑到底了。疯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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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个锤锤，先打小兵，小兵超多，小兵超多，他在滚到我这哦！好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他晕了是吧？他晕了。有了，揍他！好啦！没有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有你可以复活。用力的，超屁屁，超屁屁，收奶奶，收奶奶啊！哇，还丢，想干什么、欸？这哪是野兽啊，那骗子！哦，我就觉得打这只我超爱玩的，超屁，超痛。我笑啊，没有，我们是来见朋友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然后这边还有地下室哦。有我在敲。啊哈！锤子我们拿不动哎、欸，不能玩雷神锤锤。你看旁边这罐子还一定可以打，可以啊。后面也很多罐子，我给你打光啊！饕餮消耗品的使用速度加快，啊，哦、吃龙心那些东西。嗯。
其实玻璃瓶没有用，都没有东西。下面都是他的锤锤。神秘地下室。我以为这地下室会有个椅子。椅子？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家绑在那上面。然后就会飞走。做游戏。超像啊。直接走错游戏。欸没东西。99。啊，就是看他的寝居，看他住的舒服不舒服，顺便帮他全部破坏。哦，好闷！我重点是把他说成是野兽，我还以为是那种狼啊，巨大狼。其实他长得像超神虫啊。哦，没有啊？你怎么可以说我朋友是蚯蚓虫？好好讲话哦、嗯，尖尖的头。好讲话哦，讲话。哎、欸，哇！怎么后面有被杀？看你的血就很想打。我哎、欸，你满血，问号。因为我是远程啊。我们也是远程啊。他都不打你啊，你都没有在认真打啊，过来啊。我超远程啊。有个屁呀、啊！没关系，我移动了。哼，等下就没了。等下就没了。噔噔噔。嗯。哦，我退回来了。回来。前面不一样了。我要摸。我现在已经学得聪明了，摸了就没事了。还摸完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在这里。Keep 住，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哦。对，下一关，你啊，好、哦啊，有远程的了。先把骷髅头抓出来。哦呦，哦呦，左边哦。哎、欸，这是我，看到枪射过来，我觉得不太对。我保护你。屁！是你们的吗？我听到“叮”的一声。对，你们的。赵草草。哟。上面还有哎、欸。可以爬哦。在这里都可以各种破坏，捡钱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嗯，没有，我不要这里就升，我把你看成怪，上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找一下路。哎呀，我这里就可以上来了，这里吗？叮，这只。哎、欸，上面有奇怪的，像鹅一样的，好恶心。螳螂吧。鹅。那像鹅啊，它那个像鹅。跳起来想飞。你怎么办？又开了，又噔噔。我这边杀掉一只。我这边有日记。我记得它刚刚吼。怪的日记。你们刚刚那只鹅会叫吗？嗯，因为之前好像有，有一只张开翅膀，有一只很像螳螂的，它叫会让你就是没办法做事，很机车，感觉啊，它像鹅又像螳螂，恶心死了，臭虫，下去了，哦，哎、欸，我又没落，你可以自杀、啊、就比较快，直接滚下去是不是。一秒到达。Who's that？ 下一个是谁？站出来！哦呦，有 B 喽！就那个，就来，就来，那个好像你恶心鬼，恶心鬼！哦，你们后面。
哦，被砍了。哎、欸！哇哇！前面有头颅，有头颅，要打头的。后面有敌人。我掉线，我掉线了。怎么掉线？他掉线了。就是我操、就是！你网都烂线了。突然之间断线。傻眼。我也傻眼。我看你一直在持续射哎、欸。这样好像也不错啊。有有有，那头颅是打你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不打了。是不是好难过啊？你怎样？那是我。就你网络问题啊。天选之人才会掉线。最雷之人才掉线好吗？大傻眼。露米已经离开了游戏。我又回来了，不欢迎速回来。你那边没有哎、欸，在捡宝。啊，有了有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露米来了、，boss， 赶他赶他，我才是 boss， 好骄傲。我、哦、这两只呢？哎、哦、呦，陨石！哦，我看到那个螳螂了，回来就看到螳螂。臭鹅，你看那个臭鹅，臭鹅。哎呀，不是，居然是鹅。我觉得比较像鹅。小叶等你。那露明怎么死翘翘？他刚进来，一定会是死的。哦。哎、欸、呦、哦！你怎么就站起来了？吓人！嗯，天眼兵回来啦，帮你们看。哎、欸，我也断了，断线了。你也断、啊，你也断了。我快反省了，天上飞不要。然后他开了一波新怪啦，有只鹅。无法读取好友。欸要整个重开。吓到我，吓到我！哎、欸，这只是什么新的？没有，刚刚有的啊。哦，我刚刚掉线。哇！哎、欸，他也在原地跑啊。对。他是不是也？哎呦！哎呦！丢斧头！开错游戏了。我只能杀死自己了。他去杀繁星耶！你看、啊、繁星连回来他也会断啊，所以我们就连摸。对啊，等繁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前面前面旁边有怪，旁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帮你杀了他哎、欸！等等等等等，妈的，妈的！怎么那么硬啊？我没有很硬啊，他这个应该不会掉装吧？不会啊，所以你又不用怕、啊。对啊，没在怕啊。没怕，在躲躲屁啊！嗯。哎呀，不行，战斗啊！战斗啊！来啊！哦哦哦！战斗也会滚，摸啦摸啦。前面又有怪了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繁星，嗨，那个，你们进来啦、啊！我附身在 你，我附身在你身上。我刚进来，我才刚进来，我才刚进来。哦，这里不安全，消灭敌人。可摸摸，还有一种，刚冒出来了，摸摸，有看到人了，哎呦，又升怪了，上啊，露米，磨练你的时刻，先叫出我的小弟们，
这样宝箱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没有，不会。哦，对哦，对，很烂。那里不用精英啊，过去啊。那一栋那一栋已经捡光了。他的小往上就好了。好，他的小鬼会往那边靠。露米走了，露米走了，露米走了，露米走了。好好好，跑跑跑。你一个人在那打，你一个人在那打，我们走。我有看到你们的背影，他们不会追过来吗？追过来再打就好啊。No papa， 有听到噔噔啊，这只也是不错哎，有流光水晶，对吧、啊？他小王，那你这栋可以爬、哦，上面很多。好。还想射？上去啊，露米！我在下面就射得到啊。他打完要捡呢、啊，他骷髅头恢复啊！打完要捡呢、啊，上捡呢、啊，捡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捡流光水晶呢、啊？我们可以打完再上去捡，那不是消失了？没有五分钟定律。你后面啊，露米。他怎么没有看我？他看我可还不想揍我？他在看我啦。那就没有关系啊、欸！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我们都打你啊！没有没有，欸、我 boss 级的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太靠近会不会晕？两只哦，两只哦。有原橙色哦。我如做事啦。哦，又开了。对啊，但这里箱子都拿过了，所以可以下去检查一下。拿过。喂，你直接跳下来已经没有很痛，还 OK。Easy， Let go， Let go， 你跟上了，露米。有来了。到下一个点了。可以，我哇，太快了。嗯，怎么有对杀？有对杀、欸。很快跑过来，直接跑就好了，不用滚。血满了，血那么满要死了。好痛、啊！快点！救命啊！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打我那么痛。都说你很硬哦，打你就一滴而已。你有那个特性呢、啊？以前感觉很快就死了。你有那个特性呢、啊？挺好的。从哦，来来来来来，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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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臭虫，不能砍，不舒服。圣甲虫吗？哎、欸，那是虫虫女王，恶心。啊女王的头。你要用什么代价？哎呦，要选择题了吗？这是我们选接受、欸。他也想要那个心脏哎。对，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在抢心脏。哦，可以看他的货哎。我记得他可以买一个新的近战武器吧？镰刀买750。买来看看，还有消耗品，有新的绿叶哦，抗腐蚀。这一罐的是腐蚀的。你们可以跟他买买。哦，我再滚罐子。好，我先买买。哦，有没有帅哦？帅哦！镰刀很帅哎。
在那边摆弄呢，哦，攻速是快的，感觉可以换镰刀喽。四连击，哎，他伤害。看完镰刀了，镰刀没有自带什么特别技能，他就攻速啊，收割生命，所以是可以加血喽。他只是介绍哎。可恶，被骗了！骚哥，我决定用一下这个，感觉又很帅啊！超炫技，一直讲话会有特别东西吗？没了，不理他。有哎，换我断线了，是不是？我卡住了。哇，我看你们两个往下走哎、欸。我也看你们两个往下走哎、欸，原来是下面有弟弟吗？哇，好猛哦、喔！好猛哦、喔，而且 是走到深渊哎、欸，超好笑。他们完全卡住了，游戏卡住了，卡住了。等你。游戏完全不动了。对啊，我连存档点都不能使用哎、欸。我想说，不能关游戏了。拉回你们两个不行。死开吗？直接宕机耶。好，游戏重开。繁星也是哦。我没有动啊。欸，我刚刚是可以，我有好断了，连游戏连接丢失，我还断不了他呢。R E M， 哦，我关错了，死开游戏。哇，想不到今天，不是倒，而是直接崩溃。应该真的，虽然他现在 Epic 免费吧。突然间流量爆了啊！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刚不开玩笑、啊？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。那现在免费哦，大家自己去一百元哦。对啊，一百元要去一百元，就是免费哦。那一百元在哪里？问卢米。我也不知道。一倍不是以前的那个吗？拍卖网站，网站。还有这个吗？不知道，盘龙花瓶不是在那边买的吗？像我们的点会在哪里？我们刚刚有存档啊，刚有摸过，有啊，有摸过。女王那边加入游戏，王摸摸点。哎、欸，他加入游戏可 like e p i c 啊？有有啊，连 e p i c 那边的。镰刀，镰刀要重买。Q， 烦。哎，我的镰刀在、欸。我要点右键加游戏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有新的哎、欸，毁灭者。就是那个啊，刚刚的那个。很酷呢、欸，那个野兽。不解之心。哇，姐对我太好了吧！啊，买那个类似鳕鱼香丝，但是红色很大片的那个色素甜点。哇，它是枪呢、欸，射出大钉子。新的，哎、欸，也是绑定的，哎、欸，怎么是自我？难得，试试看啊。这是鲨鱼枪吗？嗯，我刚拿错了。是好慢，射速很慢，真的。它是很像枪火里面的某一个东西。哦哦，大钉子造成血量，然后有流血效果。好抱歉，哎、欸，我的镰刀在哎、欸，就哇、啊，我断掉了，没了。好的，专用枪枪就是这把了。哪一把？你说大钉子哦？不是我的射线枪枪。对，枪太小了。
可是我的心脏可以再多买嘞，因为刚刚有拿到那个啦。你像多了一个龙星，哦，像你们有吗？那个龙星是算个人的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去买。买龙星了？哎，对，算我们家买吗？没有啊，所以你在这里。 可以可以可以，因为上次不知道为什么连你的没办法买，所以我自己回去捡那个我的这个任务。哦，那露米自己看有没有？哎，又不行了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行哎、欸，还是都只能在个人那里去买。那我回去买一下、喔。都行。好，我决定不回去，我相信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差一颗龙星差很多这一关。<笑>真的假的？相信我啊，又开桌子。 没事啊，露米没差。好啦，因为我没差，我那边也没跑啊。他有跟没有？对呢，你没有那只出来。对，我那只没有出来，还要跑那个，算了。他本来都是都躺在地板上。没有，这是天眼病，这么棒天眼病哪里长？你吃龙星会回血耶，你补是不是吗？ 所以我的血才会一直这么满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帮你们补血，很辛苦。屁话、啊！好啦，龙星都没少过。哎、欸，你们看得到其他人的龙星哦？看得到啊，血条上面不是有加加？玩了几多久了？玩三次了哎、欸！可恶，不能骗！不是每次看到你有龙星比较多的时候，露米赶快吃，啊、不然呢？拼命吃龙星啊！喜欢我的射线，为什么打你只有四滴而已？ 是想被揍，没有啊？看，弹药，感觉这个加血啊，还是带一样的好，只是多带了吧，镰刀。你都射我到这样，你就不病死我？没有啊，你刚刚就是这个血条，你看，你就病死我啊！我顺便可以拿那被动啊。反正你是开错字啊。 你开错字了，已经。我给你听这个声音哦、喔。射，但你射就射。你那把什么东西啊？火焰的，这是另外一只王啊。火锤。你们俩太叫。他没有那个俯视的帅。我觉得这个比较炫技。没有那个俯视的锤子比较炫技。像你射我，你都不会射，你都不会帮队友拿被动呢。哦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反而比较没那么痛。 痛死了好吗？他是不会来喂啊！哈哈哈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喂啊，没有要救啊，不想救都不想救啊！等一下，补弹。哦，主要是巧克力那时候是拿散弹射你啦，所以呢？<笑>哦，他嘲讽你，所以呢？他一直在嘲讽啊！他射还在弄射，特效好棒哦，好好看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怀疑。 不要怀疑，这就是人生。怀疑遭受友方伤害减2.5%。哇，我这是要先点满啊！我天啊，怀疑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没有吧？怀疑。把你当怪事啊？有，你有射到怀疑。那我等下多射一下，看那个技能有没有作用。算类魂游戏吗？算。 微类魂，他的官方介绍这样说。嗯，像我刚刚那只角色玩了23小时，所有的 好像还好吧，还好，但是我的所有武器都还没刷出来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你买镰刀啊？我在找他呢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是要往这里。 我不知道抬头看，我这边地上冲出不出。这门会开吗？哎、欸，这门可以开哎、欸。你现在开了吗？还没，我没按啊。但它有一。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。那个之后才要来开的啦。那我先不要去好了，万一打开，叮叮咕咕。没钱啦！<笑>又没钱啦！没钱买镰刀啊！<笑>我刚刚深呼吸，真没钱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回来看它。 先走，要揍他哦！揍什么他？前面的怪要打。
哦，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哦。对啊，啊不玩呢、欸。不会啦，你可以不要在我面前招怪吗？是我吗？你呀、啊。我已经招完了。你刚刚就是因为你招的怪，我射不到怪。生气了，完了，我绕到你背后去招，欸你这真的太对巧克力，看看可不可以吸血？吸血？镰刀可以吸血的样子。镰刀。哦。我刚就说。哎、欸，去啊！你去砍啊！我去啊！我在砍啊！全部给你砍，全部给你砍。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哎呦！我感觉没有吸耶，什么鬼？没有吧？我觉得只是他的聪明吧。好像真的只是。还是要蓄力啊！我看一下。说明只是你们戴戒指戴的在补血，2.5%。我果断放弃他。两只。上啊，露米。我来了，我已经果断放弃他。上啊，露米，好多、哦。帮大家补补血。石头上面哦。剩头一颗头还敢跑？嗯，这里爬。那我回去捡个钱哦，有人没捡干净，我回去捡一下。好。卢米，就卢米。啊，我就到处撒钱让你们捡啊，很好吧？好个屁呀、啊！你给我捡干净。哎呦！要把地板都给舔干净，用舔的，舔的。有了，你看到没？旁边都是我舔的，我舔的超多，好香好香。你们可以用滚的啦，滚的比较好打到那个小的箱子。哦。好被敷衍，我被敷衍，我被他敷衍。我说好哎、欸，那得。哦。哦。可以去前面的门呢、啊。久嘞。好丢。要走迷宫喽。又要走迷宫喽。不知道、欸，迷怕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是不是？好吧。有你们在，迷宫怕屁怕。顶、啊、多迷路迷久一点而已啦，没事啊。想说什么？一个小时前看到画面还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里没有，这只是相同的地方。懂我讲在讲什么了吗？好黑哦，这地方。连载而已啊，不会黑。有够黑！哇！哇哦，什么地方？奇怪的蛋，低语之听。低语。我太早用技能了，傻眼。哦，但是我们有看到左边有怪了。不要去左边了。怪的蛋。是钟乳石洞。哇哦，前面真的人很多，很开心。左边呢？哦呦，来一群哦！你看他在罚站，然后我刚才是纠结说我要不要揍自己。你经过他，他就会看到你，就会叫了。哦，原来是要经。对，你可以直接射他，就直接射了，瞄准好他的头，直接射。哎、欸，对我刚不是有开到一个。他们真努力的跑过来。欸，其实那边好像是不一红路吗？一样的路。我不确定啊，反正迷宫啊，各自走啊。好啊。完了，不要，会迷路。不会啊，这样至少会有人到啊。很好，那只。哦，
我头顶哦，在你们那哦，我这里是宝箱。哇，你们好像很吃惊哎！我要把前面那只磨掉了。加油！哎、欸，怎么好像又得到？那杀掉的声音呢？哦，哈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光刀技能往下。往下的路我都逛过了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还活着？绿绿哦。你就重弹。啊，那往上。我可以视线了。哎、欸，左边有只大只的哦。大只的，大只的。我记得他，我忘记他怎么打了。他白痴，他白痴。等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爆了？怎么爆？有没有那个在叫？那个在叫？那个在叫？哎、欸。喂喂喂！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等一下，你哪来这招的？等一下，他怎么不让我走、欸？哎，这镰刀不能跟他近战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他这鸭子打、欸，哎，好恶心，他好恶心！你赶快来打！你有没有？我打了，我刚刚吃龙心。我滚！这才是镰刀怪啊！它是不是一样也是打屁股的、啊、这只？我那时候都丢小。我这边过了，我这边过了。你们过了吗？过了。有。我那个镰刀怪。还有。不好打呢。我们刚不是镰刀吧？我们是胖子啊。你们在打胖子，我在打镰刀啊。这有不好痛啊！有路、哦。你等下去单挑镰刀，生气。啊，我等下把他引过来，不气。你自己单挑那个臭镰刀。嗯，有上去的路哎、欸。虫虫蛋。对，有必要走一些没走过的吗？可以啊。真的、欸，因为有箱，会有箱。因为你不确定哪边才是出口啊。我应该往上、欸。我当时走的迷宫不是这里。巧克力那边吧，不是啊，露米，你真的怪，你的怪，露米单挑，露米去单挑，露米去单挑，哦、我在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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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单挑，露米，好单挑吗？来，哪一只哪一只好打？好难，都好难打。来，哪一只好打啊？啊难啊，胖子很难骂哈，胖子很难骂哈。对不起。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打这只不能近战，要近战更强。你要保持距离。还想要骚骚他？超凶。错了。你会吓死我。诶。听起来又绕回来，又看到一个没很漂亮的地方。有下面。笑，我绕回来了。喂？哦，阿胖的声音呢？问他。我是要杀前面的嘛，你想到你就过来啦。你可不可以走在前面再射他、啊？好。露米好可怕、啊。好。先把他射死。哪里？上了露米。哪里？后面。吓死！新的，另外一只。新的。喂、欸，砍一下怪，砍一下怪。死了！别再乱射了。这音乐听起来就很危险啊！这里好神秘，什么都没有。死路？奇怪的死路。这条是死路？
Yes。上面可以通到哪？干嘛啦？不是我啦！卢米救人呢、喔？来喽，冲啊！交给你了，拜。好，我上去，我上了。哎、欸、呜，只有他是他哦、喔！哎呦哎呦！看你怎么表现啊，卢米。你根本没有在表现，你是在……我在近战扛伤害。问啊！拿肉体扛伤害。走吧，走吧。偷看这地图，是这一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。走吧 ，No。It's begin。怎么怪人吓人呢？有东西吗？嗯，好像也没有、啊。这边刚来过，往上，往上右转。金驾驶在右上角的。左跑到右啊。七七输出的声音，有第二啦，又是那只哦，看吧，哦，正常先输，你看我们负责捡宝呢，用心，很辛苦，好像你呢你呢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啊！你这都没怪等你。金，可能在门正门口前面了，就不会等了。嗯，嗯，哈，好，把这颗弄掉。呵呵，看到自证就打。我打个蛋蛋呢。有有有。拿到废料了。钱都不捡干净。捡干净。啊！给我看这好东西啊！哦。哦，都是这样，啪啪啪！他一定是不想让我捡。大傻眼。哟，摸摸。哎，是坐着。不坐。没满的。嗯。还在这地洞。都是蛋。哎呦哎呦 ，boss 了 ，boss 了 ，boss 了！有迷雾，绝了！头上都有，来了！有头上有，头上有，冲了！腐败避难所是什么？感觉是打虫虫，毕竟这里都是虫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它飘出来了！哎、欸，隐形虫，我感觉它用走路的，感觉。呜、哦！哎呀，这里是类似刚刚那个。哇、哦，这有点点，哎、欸欸，他这会吓人呐、啊！对啊，恐怖游戏呢。Slender Man， 怎么到四呢？我们会指引我们。哎、欸，他不会发光哎、欸。他的那个，恐怖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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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只是幻象，这只是幻象。哇，你又发到了！哦，幻象可以打掉，嗯，可以，你一直射到我啦，你不要射队友，辐射，辐射就只有你，要倒了，我倒了，他都先跑来我这里、啊，你个头啦！你给我看清楚再射，我被你辐射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来，帮大家补补我，我的锅，我的锅，我的锅我背了。我紧紧牢牢的背好了，呜呼！哎呦，又来又来了！在上面，在上面！哦呦！他怎么？他到底上面是什么？感觉在蓄气。没有，要赶快打掉，不然被打。哦，四周是不是？有了有。我总觉得地上亮亮的是什么东西？还有在扣，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哎。烟雾吗？声音怎么越来越大？在哪里啊？哎、欸、哎，繁星掉下去了。我刚刚就标点烟雾，我在哪？哦，他太贱了吧！
地上都是烟，然后让我看不见。哦，故意这招。对，没有结束，还在打你，不要再扛了。太贱了吧！没关系，我再站起来。刚就没有躲掉。有光点，但没有看到本体。先打掉，都先打。那个就是影分身嘛，他打你有伤害，你打他可以马上打掉。要不太容易近战打，我近战打被反伤。对。你像他。哇。自己吃龙晶啊。你这一关还是拿那一把好了啦。你说刚那个复活那个？对，不然这个救你好像也没办法。像上次那个分裂的有没有？那个分裂的，那个太可怕了。你看地上开始起雾了，有没有？你小心哦。要找到他的位置，要找到他的位置啊！等一下上面哦。小心哦，路明，小心地板，小心地板。路明也死了，我也掉到虚空了。就在你后面的那个洞。啊，不如归去吧。不行，这真的。全部都是那个洞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打过这只哎、欸，太好玩了吧？酷。我感觉他这种人，他招的幻象好像用射的，自己也会扣血的样子。是哦，那怎么办？好像啊，要骷髅头大，要小心一点。至少用那个近战一定扣。要快速旅行去哪？要去哪？后面这里。走，那、欸、不是那边啊？后面啊？是吧？不是后面吗？啊、哦，对，都在坑。没事。哇，我头没了。等要等吗？糖做灯就会回来、欸。有吗？我刚换枪之后，座友回来，哎呦，欸、感觉有可能哦。刚刚巧克力没有回来，你给我一个在倒数，零啊没有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头好亮、啊。只有这个会，是绿的吗？哎，不要射啊！加油啊，路明！不行啊！哎，死！我看错了，我又掉到虚空了。他死了，我的后背我掉到虚空了。那再重来一次，好啊。才刚开始，他，你就站在一个安全的角落，你不要附近有，你只要看到附近有虚空，不要过去。我被羞辱了，明明还没有烟，你怎么好来？我眼睛里面自带了烟雾，你就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有，收到了，我再待好了，不走了，不动了。再怎么样，哎、欸，对，反正不用吧。要不用。哦，你们头上都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要换上手。手拿这把，再一次。没有这么福利是吧？哎、欸，有了，要手拿哦。那手没有。再一次，再换一个人试试，再做一次，轮流。他、啊、还是没有哎、欸，还是繁星先做。好。您先请。一起做、哦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没有？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他这个怎么触发的？神秘。没关系、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我会死。我们不是路敏。等一下跳下去，这个复活也没有用的哦。对啊，那、啊、我们又不会跳下去。需要啊。好，你们就不要掉。你刚刚最早掉的，别嘴。在骷髅旁没有上一场，不是哇？上一场是你刚刚。哎、欸，不，上场。我觉得你在入口处还不错。奇怪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就不会掉啦。哦，是这个残影打完之后，它会有一个球过来，所以你要再躲。哦，
去哪？我这，我这。上面也没有。那边标标了个。后面后面。哎呦！我是不是想爬高高？一样在我这。我刚看到我抓到人了。哦呦！哎呦！在我这，在我这哦。哎、欸，二连躲，感觉怪怪的。飞高了哦！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哪里呢？哦，在前面、哦、上面。标记了点，标记了点。还是会扣我、啊。反正就站着射击就好了。它会爆炸吧？我记得。哦。哦，有有有，糯米吃不？有，我要吃了。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补好满哦。哎呀。有。哎。门大门口。哎，他直接伸在后面的啦。哎，这个这个太阴险的啦。自补自补自补。等一下，换找别人喽。我要吃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吃。在我这，在我这。等一下哦，大门口那边有一只。运动幻影，在繁星岛。哎呦，哎呦，哦、哇，我倒了。你复活了啊？哎呦。太阴险了！他要追你们哦！我身上没龙心哦！他要飞，他要飞，他要飞啊！有找到吗？找到这里！射爆他！没子弹了，哭了！哎呦，我射，可以，要爆了哦！解决，啊、还一点点，还一点点，好，射射射，对，咻，发光一体，哇，倒了几次啊，露米？我倒几次？这场吗？这场一次而已。我枪有 bug 啊，还是没亮？什么没有亮？我的头没亮啊！你刚刚有起来吗？我没有死啊！我有，你是吃光龙心，我还有四个心，我只有三个。你明明就吃光了。对啊，欸、我帮你们都补、啊。我又还没吃。对啊，你当然用啊。而且你帮、啊、怎么帮你自己也残血好吗？他太过分了，就直接在你屁股后面生成。要躲。有够母汤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欸正在使用游戏功能表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，嗯，没有没有拿到任务道具，没有、啊，不是这一只啊，心脏不是这一只。哇，打那么多，还不是他？对啊，那他只是穿越，有没有看这地图？他只是穿越来到。对，我们可以把门打开了，可以去摸一下了。哦、oh ，这里，刚刚说的门，这里。哦，开门！哇哇哇哇哇！我！我很认真，会过来哦。嗯、欸，这是女王的吗？对啊，女王的后面那个门。我怎么没看到女王？女王在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一面。我去买，我买个武器，我那时候还没买到，啊、没钱，现在有钱。臭虫，臭虫杀不了啊！你气，有钱啦！
来，请来呐！就好亮啦！有啦！有人说怀疑真的要点到满。你说被队友打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我顶多一次而已。露米的话不可信，相信我，是好队友。我不想要这种会射自己的好队友。该死的好久，哎，我想躲没躲到。哦，有手卷哦！前面手卷，哦有看到，寿司的手卷，我喜欢吃龙虾手卷。我平常其实也不太吃手卷。每次吃套餐的，他就附龙虾手卷，好吃，龙虾沙拉手卷。名字听起来很强，也没有很贵，就一般就行。好吃，耶、yeah ！哦，三者真。受伤时增加伤害，感觉点暴击伤害到暴君是不是？有，这样打头的伤害就更痛。好像又开心的喽，开心就开心就打、啊，开心开心就拍手啊。地上，地上，他们！哦呦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！从射线前面走过去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好多颗头头，超多哎！因为地上头要打，对啊，还有一张。哦，要躲避射线，他射到人。我获得拾荒者，捡太多什么？捡太多东西了，代表我们都还捡不够。好像这个东西是让你捡到的钱会变多。哦，快点、這個，我们都要获得啊，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谁会最慢获得啊，一定是我哦，我先承认，我觉得得不到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回个跳下去。我想说奇怪，哎、欸、我的队友，好队友呢，推走了，那边交给你、嗯。上面是不是还有？看他们在打。通通把他们 KO。扫扫扫扫扫扫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死了吧，死了吧。啦！哦，有镀锌铁了哦！什么锌铁？哦，
镀锌铁。镀锌铁啊，就是你下一阶要升的。哦，好。Nice 啊 ！Nice 啊！你在哪里啊？怎么看不到你？前面。去往右下。右下，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有看到了。哎呦，旁边后面有敌人。我们来了。还是鹅。哦，这个很痛哦。不知道会不会一斧射死过。就是这一个。不要，这是往地板射。所以卢米现在。都是吃龙心补血，没有放了补血。有啊，有技能。那、啊、你技能要不要放？来。耶！因为现在有两个人，还蛮好击的。你最棒！舒服哦，舒服舒服。温暖温暖。一个可以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用小冲枪。这边上面还没打，好下面都打得差不多。都没弹了，不弹不弹。都没弹。嗯，弹药、哦，弹我刚雷射全部用光。子弹。直接吃弹药包了。不要那么奢侈。行，弹药包留给 BOSS。我、哦、里面有子弹不用。我买了很多弹药包，钱，难怪你没钱，弹药包超贵，屠夫零哦。对，我买了十个吧。最次，蓄力近战敌中敌人暴击加死。哎、欸，我这是没水准。要来是不是？要来是不是？我招头颅，结果头颅挡在我面前，然后我射到头颅，头颅又转头，看我是在干嘛？你在谁射我？他怀疑人生，头颅整个怀疑人生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是气头啊！你还敢揍我？自己位置站不好啊，不能怪我、啊。哦，跟卢米刚刚一样啊，冲到我面前招哭了、哦，晒哭了身上。哎呀，挡视线啊，专业挡视线。滚！你呢？哦，小瓶子也可以滚。可以啊，所以才说你小小滚的比较好。嗯，不然看不到。难怪你弄不到。久了。深深的走进去哦。哇，又头颅，头颅越想学怀疑技能。头就学不到啊，是要怀疑什么？怀疑你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主人？哈，说不定他等下就学会了。说不定我可以帮那头颅反过来打你。反正头颅不会打我 ，OK 的。镀锌铁又是这里，什么东西？很迷路哦，对。原来是这里才是真正的迷宫吗？那关常常转角就遇到那只鹅，他就站在转角等你，然后吓你的那种工作人员。鹅还是那个镰刀，听起来不是很好。就是那个很像螳螂细细的。那刚刚我们在那个虫虫洞窟，那个算是螳螂啊？哦，那就是那是。哦，螳螂也会吼啦，它走哎。哎 ，boss 啊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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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好，没有，先打一场，先打一场，我等下再来教怎么打。真的？妈的，这个就是心脏的王。哦。我怕怕。怕怕。不怕。哇，
哇，触手怪，水母，黏黏的，水果太过，咦，8.6，这关要很配合哦，先洗一场，15号哦，哈哈，还好我有躲，然后打小兵，打小兵，看看有没有水母，看看。 有一些幽灵，哦，看到了，哎，那个又头一堆，很难死秒。你不要乱射！然后你看，背后有一只，对对对，一个15，16号出现了，被弄死了，我被王打死的，怎么说那么理直气壮？ 还叫还叫！15号15，15怎么了？先打15吧，15血少。没有，好，我等一下。我们先打，先打。啊，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，要控血，两只15，16也把血压到一样，等一下一起杀。哎，可以。进来，你用个补也讲一下嘛，大大。 为什么你可以两层？它有两格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被推下来了。啊？哎、欸，我也被推下去了。我也倒了。他是推的，他是推的。嗯。哇，桥上大桥站。就是位置要站好，要小心一点，可以啦。 换一把枪好了，两层血盖行啊！决定我随时在地板上放个补血的好了。你放还是讲一下嘛，就放。好。<笑>我补血，对不对？就两个字不会影响到你吧？不补血。话都不讲，滚！哎呀，没滚到，骷髅先出来。然后糟了，<笑>他感觉很有障碍，要变出来了。哦，要砍喽！在撞我，哇！我很痛哦。啊，sorry。 你们俩给打16，我打15，我放了哦。你们打16，我打15，我感觉还是要有一个人打哈，才会把他打退。他现在退了就是换这只会跟刚刚15一样的攻击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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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哦，这个好，等一下，哇，欸，这好直接死，欸，这他在吼的时候应该要一直射他啦，不然的话要阻止他叫完。他们两个就是合咒完之后就一定死，不一定死啊，伤害会比较高，超痛。要放技能喽。好。哎，救一下！救你不是先放个技能吗？啊，来不及。我没有护盾啊，没啥，啊，最后没有滚到，差一点点，就是会打了，就是他们等一下脸上会黄黄的，那就一定要打掉。哦，对，
其实主要是我们一开始打那只嘛，然后后来就先打另一只。对啊，一开始那只我在打，你们就一起揍后面，我也会适时的去揍啊。打十六，打十六，有，哦呦，哎、欸，没躲到，这也没躲到，躲不躲？我死啊！他是范围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要救，要救，要救！等下我打打嘴巴，完了完了完！你要救吗？哎、欸，要救！快了快了，前后没事，大哥，哎呀！救到他退了，他退了，他退了。有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莫名其妙。我。看不太懂。我。我帮我帮博。如果小心说，喂，我们沉下去了。哇！快躲了。我已经躲了啊！我弄鸡哥，哇！哇，他这黄黄的，没有，你不能去那里。然后是一边一边的，你就那个黄黄，他一定要整个躲掉，躲不掉就没了。反正是你了。我、哦、这个。哦，那鬼可以打掉啊！就要打，一定要打，一定要打，不然会死。嗯、难怪我就想说，莫名其妙一直后血。蓝色的鬼魂、哦，它会持续咬。嗯 ，OK、哦。哦，它理论上靠近你爆炸，它刚找不到人。我就差那个鬼不知道。好，现在知道。就是拿冲锋枪靠它，可以。应该还要再躺个几次，不会、啊，赢了。前招鬼头，躲、哦哦哦！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原来那不是造景啊！滑下去了。你往前滚是不是？我在闪着。好啦，我们还是重来一下啦。保一个补还是有他。太快了吧！哦，等一下跑你们副中间放。没有没有，补其实还好啦。好，你好好注意就好了啦。你不用特意来我们旁边放，你就是放的时候说放，我们会自己过去。对。毕竟你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，因为你还有龙气可以补大家。滚！哎呦，我没看到。后面也会有、嗯、后面另外了。打十六，打十六。哎，卢米猫打。好，打掉一个了。我没看到。那，哎呦，打掉，打掉。他在喝血。卢米打十六，你打抽子了。我先帮放补。打小鬼，想打小鬼，打小鬼。小鬼是摸一下就死的哦。嗯。呜、呜。小心啊！小心、啊，正在开始搓、哦。
冲过去哦，反正小心哦。倒了。我地上有毒。哎、欸，掉下去了。嗯，没办法，我那边不滚的话。他上哦，他上哦，他上哦！帮忙打，卢米打脸，打脸，打脸，打脸。快，我没子弹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地上有，先吃。你要捡啊！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哇，直接还是倒了。哎、欸，我的货都没有。哇，你打好倒哦。对啊，我的满，我吃到满血还是倒了。啊！嗯，小心哦。换我倒。这样这样。要很毒哦，很毒哦。啊，在地上啊、哦，地上。啊。胀气。哎、欸欸欸！不要被羞辱了。你自己复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样会倒哦。看你表现喽。啊、我们还是会再躺个几次。对啊，没事啊，我当时这个也躺超多次，没事啊。没有懂。笑。哎、欸，你们的那个换武器啊？头顶的复活。因为我刚改换别的。好了，我出现了。巧克力都没有啊，用掉了吧，净CD了。我刚刚就是哦，对，用掉了。我现在有一分钟的 CD 哦，应该是 CD 完了，然后可能一摸就有了。对，哦，还好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护身，对啊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接冲，不行，走啊走啊，哎、欸，欢迎走啊，没差。没有啦，我想说换另外一把，试试看。九六。头颅会跟过来吗？滚啊！OK， 放血了。行哦。记得打那个魂魄。要架了。打爆头，碎。好了，碎。两边都爆了。喂，想干嘛？坏人，还来啊！哎呦，又糟又糟，有鬼魂了！啊，后面。后面在开戳，后面在开戳，小心！另一边丢脏器。有。有啊。有有有。穿甲者。啊。你捡个子弹吧，你不是会没有吗？我也没，我也没。你们捡，你们。哎、欸，射射射，后面射。那个在唱歌了。哎、欸，右边的错了啊！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上一点。补满哦。啊，剩一只，十六号。打他打。他会生气哦。我们才要生气啊！也太多鬼魂球啊！我们打他就好了。好来，很气很气哦！有放斧在后面哦。你放了才讲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哎呦呦呦，碎啦 ！OK 吗？啊，老刚生物之心，生物之心。嗨，我看获得穿甲者，我看一下，行刑者也获得暴击率提升，穿甲者对护甲伤害提高，哇，好多很棒的。嗯，暴击率。守护者之心，困惑，我怎么获得那么多表情？护甲，我看一下。暴击，暴击几率。所以这些怪是有护甲的哦。嗯，你打到上面不是有那个吗？会有白色或者是灰色的，灰色就是护甲。嗯，守护生物之心，跨这里两个箱子，没有四个，四个箱子左右吗？哦，好多捡爽爽，大购物。拿宝宝，要死路了，要走回去。没路了。嗯？应该要传回那个迷宫口，特地来拿走他的8.6之心。心脏。打你都一滴血，你怕什么？打你都一滴血，你不用怕啦。好怕，还是会痛啊？哪里来的痛？还是会痛？哎，其实还好哎。来，多打一点，来啦来啦，你就不要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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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连接丢失了，被打到断线了。啊，断线了。嗯，只能等你连回来了。人生不用等啦、啊，结束了。对啊。哎，你也断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存到哎、欸欸。等一下，那我们不会要重打吧？啊！还有可能啊，都在那边打你，早点摸摸就好了。这是我刚第一个想到的，不会吧？你干嘛？而且我的重点是他，你知道他不是断，他不是断线，他是整个游戏断掉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是不是最近的人太多了呢？白痴哎！哇，差一步，这怎么重开啊？他就这个样子啊，很深，很深啊！等我连看看，重打我们直接打，这样会比较有经验，一次就会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欸、可是你等到下一次就要重新摸索了，没有回应。对，你那边进不去，就你跑路米哦。游戏真的很常当掉，也就今天啊，我们今天当过啊。对啊，今天特别容易。乐极生悲，没错，我们教大家成语啊，乐极生悲。当你开心自己的时候，就难过了，竟然会爆掉了。高兴到了一个极致，就会发生悲哀的事情。断线，他好像还在、欸嗯。你们会还在啊？可是我就不一定，其他人就不知道了。没事，打完。应该要存，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守护者之心有有、哦，对，有，毕竟这还是关键的，嗯，有存呐、啊，有存，没事没事。我又开错字啦，没事啊，我们也要休息啦。停啊，太可怕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武器？对，他刚刚又卡一下，吓死。给那个那个，每那个一下我就大崩溃。
很害怕、啊。哎呦喂，虫炮，哦、还有新的特性，它完全是英文写的，安诺。还是它是新？不是啊，这有打过，应该不是新的。不是，虫炮是那个啦，那个幻影的那一只啊。我说那个烈系行者有新的特性呢，武器特性。它是发光液体哦，就是你也没打过的，嗯，像鬼故事的那一只，那一只真的是很可怕。交易虫炮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你断线！我买一个，我虫炮是手枪哦，大家一起断的哦。你先断，每次都是你先断的哦。对啊。手枪重炮，哦，哦哟，哦，这个很爽呢、欸，这个好痛哦，这个有痛，这个有痛。但以实用性来说还好啦，但是打队友来说超爽。我以后会不会得到那个新的抗性，不会中毒？它有腐蚀哎、欸，会叠上去哎、欸，好爽哦，这个。他打救我一下，这个像处刑感觉啊。我还有腐蚀六，可以再叠上去。哎、欸，射我，射我，射我！可不可以叠上去？快，它快断了。怕死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最高是不是只有六？没了。刚叠六次，没了啦。神秘的腐蚀。三层，只有三层而已，奇怪。我想看一下那个特性。他怎么点了？那个特性要怎么按呢？那个特性、哦、更改配装 X 烈系行者，行，我来为大家翻译，我们了解就可以修死。反正之前也没有这个吧？嗯。看看，哦，他说什么？ 2.8 秒会留下你的克隆，然后克隆会吸引仇恨，施法者无敌，克隆还会爆炸，15秒的 CD 最多一个。偷买，偷买，没有没有，里面只有绷带。这个感觉就是他会留下一个残影，然后那残影会吸怪。然后时间到了之后，它就会爆炸，打怪。摸摸水晶就知道了，摸水晶不是会满吗、欸？会吗？就是那个啊，技能不是可以满？技能没有要看技能诶、欸，刚刚只有复活有满，其他就没有。打怪的那种有没有？试试看。对啊。有啊，欸、有哎、欸。在骗呢、啊？你在骗呢、啊？你在骗呢、啊？你在骗呢、啊？不是不是。不是真的，以前真的不会满，认真认真认真的。哇！发光物！哎哎哎，那什么，好帅哦！那就消失。死给！再次再次再次！帅哦！轮流用，轮流用。啊！反应先。有到。哦，所以外人看就正常。啊，那个就会暂时的吸引怪物。哎、欸，他使用会往前滚。就是面向的方向滚，这是一个逃避。嗯，然后怪物就会去打他，主要是什么？怪物切近你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招，还不错。嗯，我已经有腐蚀抗性的啦呀！哎呦，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，下次再来。不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哎、欸，同群叫一下。欸、我不能叫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叫？摸一下。什么？哦，有啦有啦，你按一下 F 之后，它在发射啦。可是我是零哎、欸，我是零。哦，摸一下。摸一下，哈，什么虫群？我有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哦，有三个虫。我没换虫虫啊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效果。哦，有一个范围。对啊。嗯，有哎、欸，好酷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都被打到上面，让我走个路好不好？好，有点不好走啊。好玩哇，好帅哦，这个。你怎么在跳舞啊，露营？
对啊，拜拜，我们下回再会。大家拜拜，晚安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那就到这边啦，各位晚安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吧，波波。